你他娘的怎么看的人？我这行了，这样，马上分头找，绝不能让他落到鬼子手里。好，别动。在前面有十几个鬼子，姓郭的正往那边跑。郭玉清，我就砸扁了你！妈呀，这些大侠太厉害了！那是，走。没说错吧？每天都有鬼子的汽车往桥那边走。是。后面的人跟上我。长官好，请让我们上车吧。你们是哪部分的？土肥原联队。土肥原联队不是在山那边吧？怎么跑这边来了？我们是奉命协助搜山，他们伤得很重，请让我们上车吧。哎呀，
上车，要不然老子先毙了你。嗯，让他们上车。何友发电，快！快！车上坐的什么人？朱总，全部都是我们的伤员。何友中队，请回答。何友中队，请回答。放行。嗨，嗨，朱总，山木少佐，请您听电话。山木。我是何友。你那里有没有一支六七人的小部队冲过？只有一辆拉着伤员的卡车，马上截住他们。嘿，嘿，给我追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后面的人跟紧我，快。
方，老王，正替你们担心呢。哎，各位，你好。哎呀，多亏你们这小花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还真出不来了。我能起啥作用啊？是王营长他们本事大，杀鬼子跟砍西瓜似的，鬼子真拦不住他们。真是小子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绣花针廖天生。哦，这位是铁头侠杜大鹏。啊，这位是鬼魂铁柱。对，王队长，等咱们把鬼请下了，你也把这帮兄弟借给我用用，也训练训练我这百十来号人，到时候我消灭鬼子个连队。那可不行啊。这几位可是司令员的宝贝疙瘩，我可不敢轻易答应你。王营长，这，哦，这位就是大桥的设计师郭雨清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！哎呀，你这桥啊，可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啊！你看这桥，这么高的距离，这么大的跨度，在你这桥出现之前，咱们中国人想都不敢想啊！你懂桥梁设计啊？我懂什么桥梁设计，只不过是啊，在梦里做过桥梁设计师的梦罢了。老王，老王，走啊，走，咱们到里头说去。走。好漂亮，谁画的？是我画的，画的不好，请您指教。不，画的好，画的太好了。南京陷落以后，我颠沛流离，好多年没有见过这座桥的效果图了。它让我想起了设计这座桥的时候。漂亮。等赶走了鬼子，咱们再把桥啊重新建起来，建一个更宏伟的、更漂亮的。谈何容易，谈何容易啊！报警！西中队随时听候你的调遣。你的队部在哪里？在碉壁的后面。我要知道你防御的每一个细节。嗨，所以拿下桥北端鬼子的碉堡是炸掉这座桥的关键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在安放炸药的时候，如果不想引起鬼子的注意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一带土八路游击队的力量如何？他们已经被赶进了深山，而且他们的战斗力不堪一击。你错了。战斗力不仅仅是靠人数和武器来衡量，你们要是不小心，他们随时会要你们的命。嘿，喂，嘿，队长，电话。啊，齐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快，齐队长，快带我去见方队长。快，老齐，老齐，齐队长，老齐，我是方勇，老齐。炸药。炸药怎么了？让鬼子给解了。什么？我们的人全部牺牲了。老齐，老齐，嗨，土肥原联队长他们刚刚缴获了一批炸药，而且打死了二十多个土八路。炸药？一定是用来炸桥的。
现在他们没有炸药，他们拿什么来炸桥？你的弹药库在哪里？车的后面。有炸药吗？有，100公斤 TNT。这就是土八路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。他们想从我这里夺取炸药，除非他们疯了。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到别的地方去得到炸药了，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一帮疯子。高导，嘿，我们的人就守在弹药库。嘿，北齐，嘿，派50个人和3挺机枪埋伏在弹药库周围。列队长，你总算干了一件好事。穆神风，我就等着你来送死队长，我能说句话吗？你要说啥？鬼子的弹药库兴许有炸药。你快说，你咋知道的？我以前放羊的时候，看到他们用完的炸药放到弹药库里去了。你认识炸药？啊，一个一个像包谷杆子似的，还是好几箱呢。我还想偷一个炸狗日的拉粮的汽车呢。你现在能确保炸药还在弹药库里？那我哪敢保证啊。是这样，王营长，天梯炸药极其敏感，非常容易引起爆炸。我觉得敌人不会太轻易搬动这些炸药。可是我们要冲过大桥，再攻击鬼子的弹药库，这困难不亚于我们阻击鬼子的一个装甲部队啊。那不行，鬼子在截了我们的炸药之后，一定会加强对他们弹药库的守卫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游击队就算死光了，我也把炸药给你抢回来。那不行，这样做牺牲太大了。炸药本来就是应该我们准备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任务。炸掉大桥是为了粉碎鬼子、消灭我山西纵队主力的需要。炸不掉大桥，我们无法向上级和组织交代啊！我们就是死光了，也要把它炸掉。唐政委，王营长，现在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，我们抓紧时间讨论一下作战方案吧。我有炸药。顾先生，是这儿吧？前面。来。山洞，小花啊！哎，这些炸药都是建桥的时候剩下来的，还没来得及运作就来炸了。王营长，这桥一定要炸吗？对，必须要炸掉它。早知先要炸掉它，当初何必要建呢？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轻点。哎，
是 TNT。 马上给总司令发报，明日拂晓以前，我部队准时到达千佛岩大桥。 还不放心吗？和穆神方斗，我真的放心不下。所有的战前准备我都做了，成败就只能看结果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全力保护炸药，会没事的。 拿下碉堡。是。
冲过去。停车！准备！快停车！他们的车停在了桥中央，他们为什么停在那儿？莫非他们有炸药？他们的火力很猛。三郎，你带人到桥下面去，王母峰他们很可能已经把炸药放在桥下面了。嘿，维琴，嘿，你一定要冲上去，全力以赴，不惜一切保护大桥，快去。嘿，跟我来。
顾先生，跟我走，太危险了，让我帮点忙吧。走啊，走啊，走。炸药，他们守在那里就是证明。乔北端的守夜人数太少了，王沐风他们一定把炸药放到桥下面了。他们在桥下，我下去。等等，实在不行就撤回来，我需要你。所有人跟我走。必须有人要打阻击，我留下，你们撤。不行，大哥不走，我们都不走。大哥走，我留下。大哥，走不了就跟他们拼了。对，拼了。兄弟们，老王，快走！再不走，所有人都白死了。方队长。